欢迎来到我的阿伯出事啦！今天我们来到高雄的新觉江夜市，这个时候人比较少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突袭一下这边夜市的娃娃机到底能不能玩，然后算做一个南北的比较。我们上次有在北部的夜市玩了嘛，然后有在北车玩嘛，相对的高雄，我比较知道的知名地标算新觉江，算是蛮大的商圈。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到底这商圈里面的娃娃机能不能玩？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开夹吧。我发现了这一间就是蛮多夜市会常有出现的机台，像这种，看它伸出了一半，它上面是有这些方式啊，我们就照它的方式来实测看看，到底它这一些是能不能用的，或者是会不会出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先试这一台。它该不会是说这样晃吧？斜拉，拉出。有像哎、欸，是不是应该画一条线看看有没有比较出来一点？我看看先试的这两个，先拉出去，然后捏宝再拉出，这样是先拉还是先捏宝还是先拉出？软捏，拉出去，捏宝再拉出，好像没动哎、欸。逆推，这很像在以前练格斗天王哎、欸。它配重一定要这，然后你再看上面的灰尘，它应该也是很久没画、没出来了。看到这种，我通常都不建议啊，因为我就按照它上面的，我也是没有出来。然后这个可能有需要高手，如果有夹出这种台子的话，你在我影片下面留言，还是有做这种台子的，跟我讲一下有什么破解方式。这应该是有现场，后面应该是夹不到、啊。转过来嘛，然后对螃蟹，然后它就只会。它前进，可是它重的在这里不会浮啊，所以它不会动啊。然后像这个娃娃已经出一半了，你看它怎么夹都在这了。我看到这种我也是会跳过了。看来这里的难度是比北部还高一点啊，这里高手可能很多。这个会不会有机会啊？夹看看啊，这没收动作这样，这个看能不能拉起来了。咦，没叮没当，打过去拉小心的脚胶。今天我帮大家实测，那这个宝夹也是我很久没看娃娃做1980的，蛮厉害的，这应该有机会。试看看，卡皮巴拉是卡皮巴拉吗？哎，有戏，可是它躺下去好像就没了。刚刚那差一点呢，过。那天地其实蛮厉害的，可是我比较想要这一只流鼻涕的。过就有了，哎、欸，过了，喂，所以还是会出的嘛。可是我们再夹看看后面那个能不能出来，感觉这个只要有来前面就有机会。来了，这边要先关一下。要拉后面最大只。大只应该就出不来了，直接拼了啊！差一点，完了！没有现场。对，我们先看他能不能救起来，好不好？有机会。卡拉皮卡电哦，那我现在是不是直接把它抽起来就有上车咯？就发现它二手延迟有了，耶，是会震动的铁老皮，两只 get。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夹过这个耳机？对啊，是在哪里夹的忘记了。啊、你好像用使用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嗝屁了，两个月幼儿嗝屁。还是我们今天换夹那个，那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点，可是那个有插块，可能比较稍有难度。那、啊、我们就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哦，这八秒台了，完、啊、了，啊又挡偏车。哦，蛮恶心的。哎哎哎，有戏耶！可是这是粉红色的。哦，会出，我们再夹那个白色好不好？
像我是不是夹得到里面那个？可是现在表夹在里面就比较危险，可是它好像是可以倒走这样，没有设现场啊，就是你还可以进去起来，那表夹过得来应该就丢不回去。好，走，我们下一间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第二间，然后看了一下，这间几乎都是娃娃，炼巨人感觉应该有机会，因为它只有靠那两个，空间比较大，没有什么。那个线会往偏左啊，它偏左就会往左边跑，所以你就甩不到我要的那个位置。来，我们去外面，外面看起来机台比较正常一点，身体过一半啦。可是通常人家说的头过身就过，它是身体已经在外面。我们是看身体可不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，如果可以它就会出啊，如果不行它应该就没了，抓不到身体了。下一位直接拔头好不好？刚卡在他的下巴。屁嘞！哇！现场。嗯，都要夹不到屁股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做工作效果啊！哎呦！吓死宝宝！这两台看起来比较正常，没有爪套哎。哦。他能不能滑爪下去二手、啊？哎，我需要爪位。要吃深一点，然后要刚好过。嗯，来啦，我们家卡皮帕拉。噼里啪啦，快逃！这间标准的商圈店啊，哦，商圈娃娃店，我们可以试上这个哥吉拉杯套，蛮实用的。这个虽然有说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哦，感觉可以，可是这边路比较平，所以应该攻这边。啊，它也有挡，下面这个不知道夹不夹得到。正版的啦，我还能接受。难度有啊，那你也很薄哎、欸。哦，还蛮可爱的。嘿你要夹出来配着逛街吗？确定哎、欸。欸、我觉得这如果夹出来，等一下我们待在车上，张力一开门，他会吓到，对不对？我是应该抓东西来关。哇，那个鱼眼真的是蛮恶心的。现在到第四间了，那有一些我们如果没有夹，就是可能里面没有什么适合的东西，或者是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连投钱的欲望都没有的店，这种机台我会比较有信心。偏快哦，嗯，偏快的，所以我现在如果夹这一只，它应该会丢去那边，有机会出啊。嗯，啊，就是拼它过汤匙。头已经过一半了，哦，过了，快逃！快逃！过了一只树懒，赶快走！喂喂喂！喂，我们绕去另外一边看一下。啊，我发现这一间有个特色，就是它的保夹比较低一点，然后比较合理一点。就是如果纯粹想要找娃娃有喜欢的，这应该有蛮多可以选择。那如果夹不出来呢？你们就可以找保夹低的去玩，那你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夹出来，然后顺便如果可以坐路，我们就坐路。
喂，他有带合爪，所以他有可能带回来。没有。好，没办法，不知道了。别间吧，我们刚刚经过这间第五间，试了一下草莓熊是会浮的，所以这鸭子应该有机会浮。我们就来打一下黄色小鸭。逃咯，好累哦，好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我们再去找看有没有其他好玩的。我们今天的预算有限，我们不能超过预算。我们再寻找下一间，这个是第六间店，身上也只剩下最后的100块。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。我刚刚绕一圈了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最有机会，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。那我们就开打吧。对，感觉好像不太妙哎。不是，是他这个，他一个大铁锅，对，过不去，凭刚刚的观众的福利就，啊，现场，过不了，有没有其他的啊？鲨鱼法式，好不好？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有像哎。有、哦、我们还饿死，我们可以再拼一个。喂，蔷薇，你身上有10块，应急。蔷薇，哎，有。哎，我替观众跟你说谢谢。所以我要在，他会往右拉，所以我要在这边。喂。我觉得有袋子比较简单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有袋子可以慢慢捏过来啊。有吧？哎，他是刚好标签勾到那个筷子哎，没事啊，你还有一个，那个就算台主赚到了，不然怎么办？来看一下今天的战利品吧。那我们就抽出2位观众啊，然后耳机我们会测试一个，如果耳机是好用没问题的，我们就会随机抽给观众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记得开启我小铃铛。这一次算是南部的一个挑战啊，就是新奇嘛，反正我们也是第一次来。或者是你们有觉得有哪里的夜市适合我去挑战的，影片下面再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打牌喽！啊啊啊！